因为呢，我也是一位老球迷，我同时也是一个非遗传承人。贝利他实际上就是足球的代表，那么贝利对足球的贡献是非常大的。我这个是叫做锤画，锤就是锤子，铁锤的锤，用铁锤来作画。它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因为是用锤子做的画，所以它有颗粒感。它有材质的美，就是花岗岩石头用锤子砸了以后，它那种肌理是非常有趣的。所以，我在他去世以后，我就用这种特殊的方法，用花岗岩石头，来为他做一幅肖像。花岗岩非常的坚硬，它代表了永恒。难点就是不能修改，只能一次成功。因为它非常接近于绘画，所以我在敲击的时候，我的力度、深度、密度、虚实，都会对画面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的。